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成功抵达日本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展开长达几个月？三个月的旅日的一个培训。对，然后我们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事情，也会用影片跟大家分享。现在几度啊？现在18度。我刚刚8度。后天最低温是-1度。反正早上都会是1度。因为我们这次来有下雪，应该会。希望一定会啦，一定会。对，我们这次打算在日本长期煮自己要吃的东西，哦、我们自己吃的三餐。来，我们先进一段影片，是他们刚刚试着试营运的第一天。OK。你们现在干嘛？我现在试用这个。他们在烤面包，然后刚刚面包在里面着火了。没关系，这只是试营运而已。就我们这次主要是要干嘛？是要省钱，所以我们这次很多都是要自己做料理，对不对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再烤一点。OK， 回来。反正我们未来三个月都会吃大概那样类型的食物。差不多没有没有，会烧焦。那是因为那个品种不太一样。对，面包没有挑好。从这一点我们学到什么？学到就是那个面包，不能拿来烤，不太能拿来烤，不然烤就会着火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拜。晚安。